好，那例题二，例题二哈，首先哈，这要大于零，好，x 哈要大于零，而且哦，x 不能等于，s 呢不能等于。好，那在这个限制条件底下的话，就可合并了。啊，这个啊，这是等于那个 log 哈，以二为底 x 分之一啊，所以我现在就令哈，log。以二为 x 啊，这个叫做 y 哈，那这就得到这个方程式是2y 减掉 y 分之三加5等于零，啊这样子。好啊，y 不会等于零，为什么 y 不会等于零？因为 x 哈不能等于一啊。好，那我就得到哈，我把它乘以呢 y，2y 平方。加 5y 减3等于零，好，它就是二一，它就是三一啊，这样不行，这样要那个三了哈，一这样子，它这是加的，这是减的，所以就得到呢，y 等于二分之一，或者哈。y 等于 cos，那我们知道 y 的话呢是等于这个嘛，好，等于那个，那个以二为底 x 啊，好，两边取指数，所以这个两边取指数哈，x 就等于二的二分之一次方，哦，这是等于根号二。啊，这个呢是等于 log 呢，以二为 x，啊，两边取指数，说 x 哈是等于二的负三次方，这是八分之一，所以两个解，这两个解有没有在里面？有，而且它不等于，所以这两个解都是对的。